黄伟晋敢说敢言的直爽个性，深受许多网友喜爱，更圈了一票粉丝。时常会在社群上分享生活大小事的他，公开了自己刚凶完计程车司机。他在文中写到，下午搭乘计程车时，先被司机凶，于是就以牙还牙凶回去，直喊凶屁啊，你不想载就不要载，便中途就付钱下车，但却不愿意透露细节，跟自称是流氓。最后更自清，我真的不是坏乘客，我只是对没礼貌的人更没礼貌而已。这引来许多网友站在伟晋这边，在留言区纷纷表示，有些没礼貌计程车司机就欠呛，果然是我偶像爱了，要好好保护自己。更有许多人敲完伟晋开直播，直呼想听完整版啊。Bye.